距离第三节比赛开始还有一分钟整，上半场的比分是27-30，我们落后三分。下半场对方派上了32号、33号、42号、40号以及44号，我们有11号、19号、21号、5号以及41号。八哥往里摇位啊，三十二号第一罚命中。
43号上，42号下。造犯规两次罚球。大哥加油！低罚，大哥低罚命中。第三节还有6分48秒，第二节命中，分7分38比31。
方上了32号、40号、5号、11号和13号。39秒。32号在后场看台。40号第二盘连中，这边比分40-32，我们领先，第三节还剩下4分44秒。40号在后场防守，32号罚球，一个罚不进。第二盘尿了。我们换人，11号上，91号下。对方的防守是212。
次的第二发进球不算，可惜了两分球。好吧，第三节比赛结束，比分是50-37。